啊，这是中国和俄罗斯的一个命脉桥。对，修这条铁路的意义就是电，就是通往外国用啊，通往世界嘛。对，两边的货物啊，对，货物往来啊，货物往来。这哪一年修的呀？这个是，哎呀，好像零六年就开通了。零六年修的，哦，已经开通了。对对对。那时候货物都少，好。现在这个铁路忙得很，对。以前好多列车呢，哦，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绿皮列车，还有那个，就是那个拉人的那个客车，到那个中亚五国和俄罗斯，嗯。